嗯，我本身是属于比较敏感性的肌肤，所以不太敢乱擦保养品，再加上现在怀孕，其实脸上都会有一些泛红跟细纹的出现，真的让我很困扰。我是属于混合性的肌肤，我的 T 字部位很容易出油，可是嘴角却又会干燥脱皮，这真的非常困扰我。如果我选择滋润性的产品，我就会更容易出油。我长期坐在办公室里面，皮肤会变得比较干燥，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纹路，像是夏天啊 T 字部分就会有出油，然后会有长粉刺的问题。冬天或者是换季的时候，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，那些纹路就会比较明显。因为没有含酒精跟香精啊，所以用完反而觉得肌肤有减少敏感的趋势，而且它吸收度很好哦，眼周的小细纹也慢慢的减少，那我在使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去影响到宝宝。我觉得有哎，使用这瓶活氧抗痕精华之后，保湿度有提升，而且肌肤更加的细致。使用完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纹路变少了，而且使用精华液的时候，它非常好吸收，不黏腻，这一点我非常喜欢。